四季匆匆，春天太短。生命的真善美包括了定性、责任、光明、善良、感恩、认可和奉献。知己知彼，彼此善意，彼此感恩，才是光明。慈悲的执着是颗心，善良的心，仁爱之心。生命应该多多关注，多多珍惜善良、慈悲、大爱、平等、奉献与感恩。什么心，什么物，什么样的善良，什么样的磁场，什么样的光明，什么样的平台。地球要和平，世界要安定，人类必须跟着智慧走，光明的走，善良的走，不能跟着人性走，因为人性存在太多的迷惑、无明、欲望与贪嗔痴。无事忙终老，空时有哭笑。生命的感恩，无限的光明。